阿邦咖喱打包了两包饭给我。OK,Thank you so much. Thank you, 啊。OK, 明白了给。拜拜。大家早啊，我是小康。早上在营地吃过早餐，跟阿邦咖喱聊了几句过后，8:09就从营地出发了。今天会一直沿着海岸线走15公里，抵达瓜拉布里斯。啊，今天天气终于放晴了，我的太阳能板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。啊，这条沿海路线呢，真的是超漂亮的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哇，好美啊！车辆又少，风景又美，真的是好舒服。那、等一下抵达瓜拉布里斯的时候，会搭那个渡轮，载车的渡轮过去朗卡威。昨天上网查了一下，2点有一班渡轮，但是他的船票已经卖完了，所以等一下到那边的时候再看怎样吧。如果没有办法搭渡轮的话，就会搭快艇过去，朗卡威回程的时候再搭渡轮。如果快艇也没有得搭的话呢，会在瓜拉布里斯过一夜，然后明天再过去朗卡威了。瓜拉布里斯还有4公里远的地方，被一位小哥捡上了车。这位小哥刚好也是前往瓜拉布里斯的路上前进，所以顺路载我一程。这可是我在这趟徒步旅行中第一次搭顺风车，之前搭的都是摩托车。Have a nice day, Bob. Okay, thank you. Alright. Hi. 刚刚那位小哥直接开车把我载到瓜拉布里斯。加了1小时的路程，抵达瓜拉布里斯的时候是早上11:30。经过了一番询问之后，得知要搭那个 ferry， 等下1点的时候在那个 ferry 的入口处那边等，然后那边会有人卖票，直接在那边买票就可以上船了。那、现在还有1小时半的时间，就会在附近走走，然后在这个海边休息一下。希望等下一切顺利，顺利的抵达朗卡威了。刚刚下午1点的时候买了船票，一个 trip 是21.07，然后他说1:30才需要集合，还有半个小时，所以就先去吃午餐。今天点了一个 nasi goreng kampung， 还有一杯 tea ice。但是他午餐来的时候已经是20分了，所以我现在只剩下10分钟 set 这个午餐，然后赶快去集合了。
达兰卡威已经差不多下午5点了。今天的目的地是班代珍浪，才从码头开始徒步不远，就被一名骑士捡上了摩托。他一口气就把我从码头载到了班代珍浪，省下了整整9公里的路程。这已经是今天第二次被捡上车了，看来马来西亚的人还是挺热情的嘛。Thank you so much. Thank you, thank you. 现在已经抵达了班代珍浪，那现在走着去今晚的住宿。今晚呢订了一个比较好的 hostel， 28块一个床位，是能够找到更便宜的，但是心想这么难得来到了兰卡威，今天就任性一点，给自己住好一点吧。那这边距离那个 Rebecca Hostel 只剩下300米了，走多一下就到了。这就是今晚的住宿啦， Bad Attitude Hostel Chennai。这里的柜台小姐姐真的是超级热情， Hostel 的环境相当美好，空间非常广阔，有小厨房可以烹饪，厕所也非常整洁，这里还有桌球、飞镖、吉他，甚至还可以看 Netflix。 整间 Hostel 我最爱的绝对是这面世界地图了，真的是超大的。这是今晚的房间，32人 Mixed Dormitory。 那今天就先这样子咯，拜拜。